我等一下会丢三颗纸球下去哦，啊，你用头接住，我就给你1000块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想不想要赚点零用钱？我等一下会丢三颗纸球下去哦，啊，你用头接住，我就给你1000块。痛到有苦不能说。老婆要不要吃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的要加这一块，毛产品啊。老婆要不要吃？不要。咻！要不要吃？不要啦，你不要看那抖音学那有的没的。哦。咻！老婆。嗯？那我的冰淇淋的事，你敢跟我生气？没有啦，不会，我不会生气。那你要吃吗？好。哦，你刚有人有抓住我者？你说再帮我把那瓶水拿下来。你叫人倒，甲你倒三工哦，你嘛较有礼貌诶，你不要讲请伊啊。哦，要说请啊，那你就想把我那瓶水请下来。小高，我们如果去逛街的话，有人对我吹口哨，你会怎样？哇，嗯，你为什么冇吹？为什么？你要听到人呼吸要站袂住，直接帮你。哎呦你妈！你说再帮我把那瓶水拿下来。你叫人倒，甲你倒三工哦，你嘛较有礼貌诶，你不要讲请伊啊。哦，要说请啊，那你去车上把我那瓶水请下来。你最好给请过来啊。你去车上帮我把那瓶水拿下来。你叫人倒，甲你倒三工哦，你嘛较有礼貌诶，你不要讲请伊啊。哦，要说请啊，那你去车上把我那瓶水请下来。我先让你身上好漂亮吧。今天我有什么话咧？啊，那是跟上班讲的。你要上班啊？不是。你唔惊姐姐，我去洗洗。我洗好去身上好漂亮吧。你今麦是咧讲真讲话哦？你呀、啊。你敢知你家咧讲啥？我洗洗去洗衫裤啊。你今麦是人咧无爽快咧？啊，那是跟头家咧讲的。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要安怎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别想说啥，啥说啥，你看谁话？你敢知你家在讲啥？我洗好去洗衫，好漂亮吧？是不是还不爽快呢？啊，那是跟头家讲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想要安怎？老婆，干嘛？今天是我们在一起2605天的纪念日，你可以带我去。我没去过的地方啊。对啊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去我，我带你画几张三人条啊。这个啊。走开，你别来过来。老婆。干嘛？今天是我们在一起2605天的纪念日，你可以带我去我没去过的地方吗？对啊，没有问题。对的。阮某叫我带伊去伊无去过的所在啊。哈哈哈！我咧。老婆。干嘛？今天是我们在一起2605天的纪念日，你可以带我去我没去过的地方吗？好啊，没有问题。行。好，去我啊。我带你画这两三十条啊。这个啊。走开，你别来过呀。